现场录卡。钓鱼有自动舵，自动舵还有这个超车器，超车器。六十元台从澎湖出发，那前面因为长途嘛，开的只有七分车啦，到平潭以后才开八分车，哎，总共开刚好十个小时，十个小时。那这一艘因为前两艘的经验啊，这一艘会比较设备比较足，除了载客以外，不能自己钓鱼，来装的自动舵超车器，应该说比较现代化吧，该有的都有，该有的。那为了以后自己还可以钓鱼，然后所以说投资比较大一点。那这一艘的话，全部大概要花630跑不掉，630万跑不掉。那主要的是因为人数虽然比较少，那为了以后再来是生态，那生态一定要有够大的空开放空间。啊，你看我这个空间就很大，啊，整个空间，啊，不管你坐里面坐外面。哦，看蓝眼泪一定要坐外面，哦，看海鸥一定要坐外面，我们都有座位让你坐，不会像以前一样的挤在一起，哦，都有空间，哦，都可以看得到、摸得到，你要坐在里面都可以，啊、哦，里外都可以，哦，很宽的，这个很宽的，啊、哦，那个原来的设计应该可以载到20几个，只有没有载，为了旅客的舒适，所以说把客人船只坐再小一点，更舒适的行程，因为看生态一定要很宽的。一样啊，哪里有差？你跟铁还是本来我们在睡觉的、啊，你就插前面而已啊，对，插前面跟后面不一样。